担心未改这样的一个字样，不光正面，其实背面还有啊。我们翻一下这个衣服来看一下。背面二。如果明年3月份我长胖了，我就不打了；如果没有长胖的话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可能的话，明年全国我也想再好好去努力一下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参加了5届的全运会，所以我觉得。我也蛮期待明年，如果能够顺利的话，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参加一届。